老普图再次摆擂，谁敢挑战？我敢，我就在这等着呢。哎呀，我都等来嘛，你们求年轻不行啊、我都在这等了好长时间了。那我就先走了啊。走，当突破。当突破，来，我也当突破。上马。我给你走个竖炮，哎。出车。我横车。加炮平衡马。我禁足之马，我管你什么禁足马。进兵。哎，往这走，哎呀，直接冲兵，你知道吗？小伙子臭点，那上个象你能冲过去吗？把金炮再压他，飞个变相。对，金炮压住，先冲大字，哎。啊，我上势，压住。那吃皮比吃压住，这天生最难。我还有妙手，哎，炮后藏狙，见过吗？哦，好。金炮过河。打劫了，打劫了，打劫了。能打上吗？他想打就打。主炮发烧了，上马打主炮，那菜中来出局吃炮咋办？肯定打中兵了嘛，架中炮了。出局，我喝。哎，我上个士，不让他带象。上士，警炮，这不是走废棋吗？这那废棋大打你，哎，将军，下将，上就行了，我狙有根吗？那都知道，那不灵的话，上了你就上当了，将军，吃掉，哎，踩了，哎，哎，我进去过河，压马了，压马了，看住，不让他吃，哎，他想吃就吃，进局，对不、哎？我再看住，嗯，你想搞啥了？士兵，上马，上马，快上马，快上马。什么局？你看那局难受吧？叫你吃到这，你看，哎，六圈呢？平炮。哎，只要有自己主见，不来听人的，他的最好都不听。你这会骂是个菜，做个大骂，你说？来，我上象。来，吃掉。哎。进局。完了，炸烧也了，炸烧也了。哎呀，我先出来。出去了，来我平局。那猜象呢嘛，黑色那出去有啥关系呢？猜我象，想猜掉啊。大局。哎，也对也对。退局能打上吗？他不是走飞机吗？不扯了，嗯。上马，将军。将军。进来进来进来。将军，我进来了吗？哎呀，腿脚大呢，四脚大。完了，咱我猜象呢，猜象大马呢，猜象大马呢。看腿脚，你看。腿脚大四脚，哎呀，行，打我四脚，咋打的四脚？中间吃点心了，咋子打的四脚？我妈有才呢，躲一下，跳马，击毙，将军，中边吃掉算了，将军，来我下士，哎，嘿，打没了，这是啥棋嘛？上马顶住，然后再平，再放飞了，哎呀，哦，这就很成功，继续跳马。会吗？会吗？我也踩炮，我不踩炮啊！哎呀，那上马有事吗？哎呀，马踩的，上马直接上我操了，还踩着跑了，你看，上给你吃了，没了吧？是吧？好踩掉，多吃我一个象。好踩掉，叫啥呢？现在多吃我一个象。哎呀，再吃掉。你是马吧？你这马这这给你吃，没踩我马，我又踩马，叫死呢？叫啥呢？叫啥呢？嗯，一个我操，我操，还是马还是死马吗？哦，他打这个马呀。完了，失掉了，失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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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马在你吃，这白吃我两个象，气死！再一个吃嘛，你说？不丢了，哎、我回象，白吃白喝嘛这。拉回来，就拉回来，赶快！你看看腿跑大双吗？将军跑掉，将军跑掉了，炮号打掉了，把我还打掉了，赔掉了。进去，你这是间谍吗你？我操！是呢嘛？对，我操！我操你那个，我操那直接回去就行了。将军，我也操，我也操，中兵吃掉。对，中兵吃掉过来，将士。对呀。老帅出来。中兵吃掉，这不就好起来了吗？那吃那叫啥？那吃那马来的。你后看住呢？那咋不吃马来的？平车。他吃马，他车不丢啊。来，平过来。那不吃的方法是啥子？嗯。你找将。下马走炮。哦，那不僵死了，僵死了！来来来，憋住你，咋僵死？这回打双，这回打双，上来
马里的弄死。对呀、啊，弄弄死，那是绝对是绝对吃你病。哎呦，我吃了，他一敲吐出来，还不浇死呢。哎呀，啊，哥哥的，提起来，挺有想法，提起来，提起来，吃吃吃吃吧。吃我胖，能吃上吗？浇起来。他是要吃我足是吧？你浇起来，我进去。他都想上来，我教他干啥？生驹他不敢吃冰吗？这个做，来我推麻，赶快出来！哎呦，工作吃出去了。将军，来下士。工作吃完，然后先做后炮。那我推炮。那下来就行了。那在这上吃的。那这个子吃呢？这个吃你中兵，这个吃死呢？会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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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将军，将军啊，来，我进来。会吗？进来，进来，进来，中士不能丢。中士的上马，跑屁子，跑屁子。哎，对，平炮，平炮了啊！行军吃的炮，打掉哪里炮？直接打掉。哦，举个扣死也可以啊。打了你上当。那这个腿嘛，要拼个空。对，就给你控住。啥不紧闭就行了嘛，那就好起来了嘛。那这个冰箱，这就冰住到了。不让紧冰啊。哎，先吃冰，先收冰。这吃好，这个吃也好。我下士。我不要将军啊！挂脚，挂脚。他再站累。挂脚脚，挂脚没用啊，他解决了。我继续上士。嗯，不管了，我进兵。直分开，能咋地？那对对对对对，直分开的。哎呀，还想将军啊？大爷说对了，还想将军啊？来，我先下个士。我错了，对，我错，我就出来了。进兵过河。你也进兵了？不丢了。对呀、啊。十双。俺这十双那也是将军。将军。来，出来嘛！出来。他那嘴不敢动嘛，那军他那嘴不敢动啊。哎，我军不敢动、啊。今天这给你吃。我就进兵队，我再没起走。兵到位就赢了。进军。他那军，他那军也动不了我。就出来了。他那军。还想来着。哎呀，他想将军。都是桌子，都是他的桌子。哎，都是他。站累就行了，站累就行了，不然僵死了他一僵。他平局将进不来了。将军。嗯。上士。哎，上士。哎，他们说的喽。来，我平兵。不管你，来平卒。管哪？一个管马人，我们。平局。侧面虎。侧面虎。来，我先将军。将军啊，那我出来。再将，再上再将。对，我再将。再将。对，上士。再将，再将，再将。公爵。对，就这个啥叫？他们将死我了。我。公爵。平局，进来进来进来，进去了啊！来，我上士。哎呀，咋办？哎呀，来平局。那这个是将军，将军把四个吃掉，四个吃掉。将军，四个吃掉吃嘛？那再将军，再跟着，那是给你打了。高调嘛，高调嘛，高调嘛，退马绝杀了。上来，再得去。将军上三楼，上三楼不行，出来。对，出去。出去了啊。对，那再将军就来。进来就行了，再将军。不不不，那就对，那不直接往里下下去。再将军。会吗？他死我了，抽狙呢了，还。那抽狙呢？真的老，真的老，真的老，真的老。来吧，向狙上。你想再将军。抽狙呢？现在会马是将。这个抽不上了，这个。将军。抽上了啊！他偏偏的狙给我抽了。死掉了，那个太熟了，真是的。将军。来下来，哎，再将军啊？咋了嘛？这有啥问题吗？左打头，太好了，左打头，继续将军啊？八九嘛，对对对，我就下来了。哦，对对，下次的。我那是将军嘛？退军，吃你兵。咋没了？我又下来了。刚才那个是能将死吗？再将军啊？哎呀，他一个马一个军，还想把我将死。他不用兵就赢不了。再将，告诉坐。不用兵根本赢不了。他老将又不坐中。将军，出去吃马。来，出来。嗯，我看你咋把我将死。来，我退马。
能吃烧吗？不姜了，哎，我姜。那少吃几遍我上来。来。哎呀，那个球啊，姜死你啊，小心点。石头就行狙。哎呀，哎呀，马吃死了，看住了。对，马可能像真死。那吃点马抓你了。来吃吃吃，让他吃。他狗就不想吃。那我退狙。吃你的马，你也吃马吗？吃死了！那将军跑掉了，跑掉了。那将军呢？跑掉在哪？别走！将军，下去，下去，下去！哎，完了完了！下去，那还吃马呢？我警察这点，那警察这点少，将军怎么了？谁让我下来的？走！我进来咋了嘛？我。